特性，动态调整各区域水量，实现实时控制。改进型板簧振动装置，成功研制出液压和电控两种适用于品种钢生产的改进型板簧振动装置。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控制技术，降低了维护成本和运行成本，提高了原有设备的使用寿命。目前，这两种振动装置已经在公司的客户群众中广泛使用，并获得了相当的好评。